地铁勾脚姐发动声微攻击。喂喂喂，公众地方嚟噶，你除鞋勾脚咁核突嘅，仲勾？呢、這个阿婶喺广州地铁五号线车厢一路讲电话，一路勾脚。完全唔理嘈亲人、臭亲人嘅喎。有乘客影晒成个过程，可能知道俾人拍咗片啦，即刻唔拗啦。片段放咗上网之后，拗脚姐即刻俾人狂插，话佢丢尽中国人嘅面啊！